have a reservation.我们再去朔溪的前一天来 Lion Guru 租朔溪庄。今天是锡安国家公园之旅第二天，今天我们来走一条非常著名的步道 The Narrows， 要来朔溪。那这条步道有两种玩法，一种是 top down， 从上游走到下游；另一种是 bottom up， 从下游走到上游。那 top down 的玩法需要许可证，要抽签，难度非常的高。那你可以一天走完，也可以在中间扎营。那中间过程需要用到攀岩的技巧，所以需要专业的装备。那像我们这种业余玩家呢，通常是走 bottom up。那我们现在在 Temple of Shinawaba 是停车场的位置，等一下还要沿着 Riverside Walk 走一段路，沿着 Virgin River 走1英里左右才会到真正的下水点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来换装备。都换好朔溪装啦，现在要来走 Riverside Walk。我现在走到 Gateway to the Narrows 了，那如果你没有装备的话，通常就只能走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走到河里啦。刚刚我们经过第一个超深的地方，水已经淹过屁股，然后整个下半身都超级冷的。我们到了 Narrows 里面的第一个景点，叫做 Mystery Canyon Falls， 是一个高34公尺的小瀑布。我们现在大约走了超过0.5英里。那我们这次来玩是去 Zion Guru 租的装备。那你尤其冬天来的时候，一定要租这个防水裤，然后鞋子跟防水袜，然后这个登山杖尤其重要。这是一个木头做的，而且非常的粗，不建议用平常登山用那种比较细，很容易卡在石缝间。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继续往前。你觉得到目前为止玩的怎么样？非常棒啊！水深不深？还蛮深的，但是我们租的装备非常好，让你不太会，其实真的不会进水，也不会冷，所以我觉得你要租到起码要这种高度的，你不一定要租到全身，连手都是，但是起码要这个高度。你如果只租到只有 pants， 那
会很尴尬。这条步道时不时就会有岸上，所以你并不是全程都走在水里，那就可以在岸上休息啊，吃点东西，整理一下装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Narrows 另一个景点，叫做 Narrows Alcove， 是一个悬在头顶的石壁。我们现在就坐在石壁下吃午餐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下一个景点啊，这也是一个石壁，叫做 Grotto Alcove。我们现在要遇到另一个景点，叫做 House Rock， 就是一个挡在河中间的大石头。那这两边超级窄的，而且很深。很深，深水区。我们现在来到 Narrows 的岔路啦，往后面继续走就是有名的 Wall Street， 它是非常狭窄的山谷，然后从这之后就不会有河岸可以休息了，然后底部的溪流也变得非常的湍急。那往岔路另一边可以往 Oldville Canyon 继续走，它是比较小的一条支线。
那我们就要在这里结束 Narrows 的旅程啦。那你有什么感想？今天溯溪真的很好玩，没有想象中的冷，只要你的设备做得够好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再往回走，我可以用2小时走回停车场，结束我们的 Narrows 溯溪行。我们刚刚经过的那里叫做 Zion Canyon Scenic Drive，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山。那我们就要在这里结束我们第二天的旅程啦。我明天就要去爬鼎鼎大名的 Angel's Landing。